套圈赢礼物，每队派一个队员来玩这个转盘，那么转到那个指针指向的这个工具呢，哎，十个，那就看谁有运气拿到十个小圈，套上哪个礼物拿哪个礼物啊。哎呦，这个摊主好，转。两个，哇，这个厉害！注意了，你想好了奔向哪个区域吗？哇，两个脸谱，随便扔都可以，这个。白虎，白虎。来看看他的工具是什么，不会抽到感谢参与吧。哎呀，感谢参与，你想要哪个啊？杜月，我想要一个轮胎。行，嘿，不会又抽到感谢参与吗？不会又抽到感谢参与吗？我想要那只老鼠。哎呦，你们队就是呼啦圈代言人啊。哇，猴，小猴子，木头装的。木桩，木桩子，木桩子，木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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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白老虎，来老虎，来白老虎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感谢参与，感谢参与，感谢参与。感谢参与。啊，十个小圈，小的太难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哎，完了，免钱的，对。哈，接下来我来套个小狮子。哎，哦，有，有，哎，好，我再来一个远的啊，猴，猴，猴，啊，什么东西？砚台，砚砚台，可以这个。老板都亏本了，砚台都拿走了。走。十五个竹圈是那小的吗？十五个竹圈，大竹圈。这个。哇哦。芝麻哥拉我一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要那个，然后再放一。啊啊啊啊啊别松手，我拉不住了，你太靠前了。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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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算不算不算。你死，我要那个猴。嘿，好，好，好，下面是后面那只猴。走，狮子。哇，鸡虎，老虎，没有。后面那个鹰，鹦鹉，熊掌，十五个还差仨，来，就三个一块出啊。散弹，一块出，一块出，走，走，走，
个木桩啊。谢谢黄伟，省钱了，你给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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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，轮胎轮胎轮胎，我真是轮胎呀，就这个，这么大的船想要什么？四个脸谱，那个梅兰竹菊也可以。梅兰竹菊，我觉得我是西安人，我要不靠一个兵马俑怎么样？哦，好不好？难度小一点。别给砸碎了啊！别给砸碎了。哇，真套上了，套上了，真套上了，套上了。哎呀，两个，两个兵马俑啊！谢谢老板。一二三，走。哎，十个大圈，来来来！哎呀，老板，这生意要亏呀！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，老板。哦，不带这么套的，要往后面扔一扔了。哎，那你不能，你做生意，老板输不起啊。哎，可以。哎。哎。哎，不能都套第一排哦，不能都套第一排啊！这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你数量取胜了，哎，带得动，这个很好啊，这么厉害，哟哟，要不要给我们鞠萍姐姐一个机会？可以，好，哎呦，哎呦。